就可以把它带回去。好，七百块一次，七百块两次，七百块三次，谢谢各位朋友，请到这边来。好，我现在手上有一些复古商品。这个呢，如果大家喜欢《圣斗士星矢》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梦想的艺品啊，可是我一样一元起标，没有坏掉，只是有一点旧旧的，因为它很复古哈、哦。大家可以看上面，可以看一下，一样一元起标，现在是这一只，我已经忘记它名字，不好意思。一样一元起标，100，100，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还有一只冰河，大家可以考虑可以把一起把它带回去。现在开价100，它没有任何的核损，它就没有任何坏掉，它只是就是年代有点久远，哦，有点旧旧的这样子。好，现在100哦，100，那我们要开价。好，那100块一次。300。好，300。现在喊到300喽，320，320。还有没有人想要再出价？320，好，那我们320一次哦。320，好，350。360，好，我现在手上的是复古版的《圣斗士星矢》，360，现在360一次，360两次，360三次，谢谢这位同学，请到这边来。